Ah, ben ya, je viens de la fin.我勒个娘！这真是老房子了，这多少年老房子了？他们一家人都不在家了，在陕西定居呢了，在那买的房子。下人都在那。嗯，这谁给他？大门啊，搬不上去，危房，还要进去了。种的蒜苗。这人啊，这哦，种的蒜苗、蚕豆，你看种的多好，小白菜、开菜。搬不上去了，大明。你看上面瓜瓣掉砸头上。俺把他油是不是都补回来了？对呀。那都没有，后来再种的，给他进门的时候。我记我以前小时候走到他家这，我都害怕了嘛，这咕咚的黑咕嘛黑的，连个路灯都没有，我都不敢来。我喊那娘啊，那个我都得喊老太儿的。这以前搁这以前搁房子是好房子，这是。嗯。哦，你看这你看常年无主人，你看房子放到屋塌。这屋里我家长个树呀。找个铺，我去，屋里长个铺，这都是有些人都迁走了，曾经的院落也不过来打打扫看看，不想家吗？我都不明白这人，哎。这家也没人了，人家在城管那边买的房子，跟老家都没人住了。城管买的，城管的，哎，要城管的房子，城管这啥，后来啥城管的都不。常年不住也是这样。对。他在山东。我记得小时候，记得他爷爷个子可高了，俺好走到家，好他家有个枣树，好让他家栽枣那种。现在。没去过了，他这里面种的再去，怪好。物是人非啊！这是他这可能别忘了弄了。这个走个远亲戚啊，我媳妇儿她老家，静静老家啊，看柴火，好多年没住人了这边，看。好多年没住人了。来呀，这不断来。咦，这腊月为咱养多好。这花生养子老公养多好，可知道吧？这花生养子公养多好。要要电瓶车装一车，小车装一车。这不养多好这？下车子这，你看这还以前的这个以前的是农用车。嗯，烧也花样没烧了吗？嗯，花样不烧了，我烧可也这不一样多。你俺烧也嘞，都是这农民这地里都烧嘞。门喂个喂一个样，叫谁子门喂一个样。都烧过嘞。哎，闲着嘞，这三轮车可管气呀。管气呀，一打气都管气呀。这不在南七里吗？这驾着过来，在那里面搁着嘞。啊，这一家。这是白菜。你大白菜。对对，这些人管嘛？这个你以前管？哦，这是我以前的上学的书。我看你，我倒看你写没写字嘞？我看看。啊。咦，我去，咱还有事儿？啥书啊？可是我的呀。不是你谁的？不是你谁的？自个儿这边找的。咦，白一看做花布的衣服。这字典。咦，哪个家用？那你要的吗？挣不着啊，挣不着啊。这完了。这小时候买的，这给你妈写字，不是你妈写字，给你妈写字。我的字，妈，这你这么那浪费，比我还浪费嘞。这我的笔记那时候，比我还浪费嘞。再看，我看这符哈，给你妈写字。啥时候的事？应该是三。我的都李俊林，反正听明白。都凡是书都搁这儿，我。啊，咋嘞？这谁的？你看这谁的？给我奇怪嘞，我没买，就那个。不是我的字，这可能是恁舅的字。不是你的是吧？不是我的，这个笔记像我这符。你把那时候爸的书都搁这屋里了吗？你那没有，你学习那时候远早都丢了。这你高考，这可能是他的，不是你妈的。这是不是我的？这能旧的？后眼用。江南。你要的？哎，你也别说的，那次去袁世凯故居里面摆的都这样的插呀，小弟。嗯。插木锨子了，一个点搁一个，都是搁咱以前的那些老的东西那种。这个插真有，真的。
这真是现在埋不着了，现在埋不着正经了，这古董真的留着。嗯，够用的古董。哎，原来这边几个自行车呢？嗯，自行车。自行车都卖了哈。这是一个甩光布，因为我的。是我都坐着溜了，这种。这细。像就一种原样，你那边还有一路跟着买些这个。房子十来年了。这房子还怪好看的，他这房子盖的早，应该以前给俺老家房子那样，原来。对。看。这房子比我年龄都大。对。老房子了，真的比我都大。老房子。二姨。有几个姨？二姨还有三姨还有四姨。啊，总共有五个姨。